这样说，本来就没有在教过两年。因为可是通常礼拜一是比较少的，比较少，最多就礼拜五这样最多。你觉得区间能力这样比较最高？然后礼拜六也算，礼拜一、礼拜二也在之下。哦，那跟游客或是临时的吧，这个运量有关。对，乘客在礼拜二、礼拜三最多。那你除非是打那种什么满多少的外送那种，因为打那个量，对，现有在做有，现在怎么？我们尤其外送节能是有是有节能标，就是有配那个有哦，像碳足迹标线都有，还有个送那个袋子，那个有每天来买价，哦，因为你绑了五个。还有个就送个那个环保袋，啊，那个环保袋是那个环保署付钱做的，哦，那个多一个诱因，对不对？对，就